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智，我又做豆腐了。我真的好喜欢吃豆腐啊，我感觉我上辈子就是一个豆腐精。另外，我好像每次做豆腐看的人都蛮多的，你们要是也喜欢吃豆腐，在弹幕区里扣个一，我看看志同道合的有几个。提前把调料都放到碗里，比例呢看看左侧的字幕就好了，有课代表会写进评论区里的，对吧？另外蒜末可以多来一点，这样煮出来会香很多。这口铁锅呢终于又出镜了，其实我已经背着你们偷偷用了好几回了，煎东西呢是真的好用，但也只是煎东西的命了。倒入料汁之后撒一把蒜苗叶，收汁呢也不要收得太厉害，保持豆腐水水的，咬下去有爆浆的口感是最干饭的。祝你们干饭愉快。恭喜你的口水，这个很辣，你吃不了。走吧。Thank you.